各位小三圈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我是 Melissa。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玩我的好友小猪佩奇。那这款游戏呢，上次说如果达到2000个赞的话，就要去雪山还有游乐园玩吧。没错，大家真的达成了2000个赞了，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也记得帮这部影片点下那个大大的赞。如果你有点下那个大大的赞的话，超能量就会祝你一整天都超勇。那让我们来吧。Mummy Pig, have you seen? 好像触发了什么新事件呢 ？I can't find them anywhere. I don't think I have, Daddy Pig. Peppa, why don't you and your new friend look for Daddy Pig's glasses? They have to be somewhere around the house. Yes, yes, Mummy. We will find the glasses. 帮爸爸找眼镜是吗？垃圾桶。哦，在地上啊，找到了。我们把眼镜给爸爸，这样子他就会奖励我们，带我们出去玩。找到了。Daddy, we found them. We found the glasses. Have you? That's great, Peppa. Thank you. And thank you. You are a great friend to Peppa.好的，那如果想要进到雪山的话，要先去那个，先去找到热气球。我们坐上热气球之后，一直往左边走，就会到雪山哦。那我们骑脚踏车应该会到吧？我不太确定，骑脚踏车应该会到吧？骑脚踏车应该会到有热气球的地方，对吧？记得上次我们玩的时候有遇到热气球，有了。上来之后，骑着脚踏车上来之后，把车停好，然后我们去坐热气球，一路往西，往左边飘，就会到雪山哦。来。Hello there, you two seem to be having loads of fun together. 带我飞。It's a wonderful day to get some good views from up in the hot air balloon. 好。Yes, please.来挤呗，往左边飘，一直飘就对了。左边，怎么不能往左？到了，雪山。哦，原来不是往左边飘，往右边也可以。只要骑过来之后，然后直接上火那个热气球就搞定了。哇，这个吊椅没有安全带，看起来非常刺激啊。来，我们上车。哦，有啦，有一个安全，这个叫安全带吗 ？Do you know how to ski？ 可能不能叫它安全带吧，安全扶手之类的东西。知道怎么滑雪吗？我不会啊。Oh, a snowman! I love snowmen. We should build one ourselves. 来堆雪人是不是？有什么可以玩的？看一下，你会在雪里找到所有你需要的部位。这个吗？这个球像鸡蛋一样哎。所以这个就是身体了，是吧？好来。然后再把这颗头推过来。Over there, look. We can use that bit for a face. 他翻译有问题耶，他是说用这个来把它当成他的头。然后这里有这个是什么？点点可以当他的眼睛，对吧？ Hello, me. 来，我们跑快一点啦，小老鼠走好慢。这个点点是石头还是什么之类的吧？胡萝卜通常都是当鼻子的啦。那还需要帽子。哎，这不是帽子，这是树枝哎，这应该是他的手脚。好了，
the best snowman ever. We did it! Hooray! 耶，变好了，好好好。在雪地随便躺下会不会冷到啊？会不会直接感冒？哦哦哦哦哦，这个兔子小姐怎么什么都会，什么都卖啊？你又会开热气球，又卖滑雪板，要钱吗？应该要钱吧。Be careful, don't go down the hill too far. 怎么好像不用钱？是不是先跟爸爸妈妈已经收过了？好，滑滑快一点，越快越好。这是普通速度哦，这是普通速度，但是我觉得普通速度实在是不够刺激，我们加速快还要更快。啊，直接滑下来，直接滑下来。他说还可以到处走，是不是？如果不上这个电梯，这算电梯吗？缆车，或者说什么？对啦，算缆车吧。哦，还有这个哦，溜冰场了，还有溜冰场可以玩。来来来 ，There you go， 怎么都免费的、啊，这么好，都免费的、欸，超好，怎么可能啊？正常来说，滑雪场什么都要钱的呀。哇，溜冰场哎、欸。来开溜！喂，会滑倒吗？哎，不会，他们想不到老鼠跟猪是天生的溜冰好手。可是我只能左右走是怎样？是不是残障？好啦好啦，对一个溜冰初学者来说，站已经很强了。多半大家是穿上溜冰鞋之后，连站都站不住的。他这样子溜，已经可以这样溜，已经很强了。对于一只老鼠，还有一只那个小猪来讲，这样已经很强了、哦，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强，非常强，强到不可思议了。第一次溜冰就能左右移动，很强啦。好啦，不玩了。是说脱下来能不能跟其他人一起玩？没有，好像不能跟其他人讲话。那个是幼稚园老师嘛？想说刚刚穿着溜冰鞋，可是没办法跟他们讲话。我再走嘞，这里会有什么？走进雪山里面的森林啊啊！有透明的墙壁，在我下面有一个透明的墙壁，不能再走了，不能再走了，不能再走了。OK OK， 这里能玩的就是这样，这里能玩的部分就是这样。你看，这个就是所谓的溜冰初学者啦，走路多么的慢，这才是真正的溜冰初学者。然后，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要那个要做这个，是不是？回去还是要坐这台热气球。如果从这边坐的话，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哦？会直接回家吗？下车。我猜游乐园应该跟之前的那个城堡一样，就是要靠爸妈载我们去的，我们自己走路应该不会到。所以还是得骑脚踏车回家、喔。来飙车，才几岁，三岁就飙车，驾照是鸡腿换的。骑脚踏车不用驾照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我要看看要怎么触发，让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游乐园玩哦、喔。就差这个场景而已了，整个世界应该都探索完了。如果我们一直重复上楼下楼上楼下楼，会不会有？好像也没有。哦，出来了。Hello there. What are you two up to in here? Mummy, 好像触发了什么事件？可以带我去游乐园玩了吗 ？I think George would like to play with you too. 乔治只会狗狗叫而已啊。乔治只会像个猪一样在叫，虽然他本来就是猪。Pepper.I'm sure you can all play together, the three of you. 难道在家里玩到所有事件都触发完了，才可以去游乐园是吗？ You have to chase each other, and when you catch, 玩鬼抓人是不是？好啦好啦。Okay, you're it. 我怎么直接当鬼 ？Okay then, I'll leave you to it. 不玩了，不玩了。我们要当个成熟的老鼠了，下楼。
好的，为了去土豆城呢，我后来查了一下攻略，稍微查了一下，他说要把所有游戏中的所有事件全部都触发之后，全部都完成之后，才能去我们的游乐园玩哈。那我们上次乔治的恐龙不见的那个事件，因为出了 bug， 所以没有触发到。那我们这次试试看能不能重新触发那个事件，让我们解到它哈。好的，那如果要重新触发乔治的事件的话，应该是。要进来跟爸爸妈妈都说一下话， again, 然后再跟电视说一下话，应该就可以。啊、哦，出来了，终于重新触发了，可以啊。Why are you crying, dinosaur? 啊，他的恐龙不见了，哈哈哈哈！我们赶快把它找回来，应该就只差这个事件而已。Don't worry.I'm sure it hasn't gone far. Could you have left it outside? George and Pepper need your help. 乔治和佩奇需要你帮忙找恐龙先生，没问题。就应该就差这个没有解而已。只要这个解了，我们就可以去土豆城玩，就可以去马铃薯城，去游乐园玩。走吧。找到了。卡在树上，好好好，会回去找爸爸应该就可以了。你们知道那个小猪佩奇的爸爸，就是佩佩猪的爸爸，有四公尺这么高吗？这是官方设定的，四公尺，超级高，四尺巨人啊，四尺神猪啊，讲错了，四尺神猪是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有四公尺这么高。我们一般人啊，什么180就是1米8就很高了，他有四公尺，就是四米大神猪啊。我们回去找爸爸。四米大神猪会帮我们把恐龙弄下来的，交给你了。四米大神猪，猪爸爸。Stuck in the tree？ 没问题，没问题。How did it ever get there？ 我们的四米大神猪出场，绝对难不倒他。来吧，感受到他那个四公尺的身材了吗？有没有感受到他跟树一样高啊？四公尺的身材，伸手就能拿到。Perhaps instead of trying to reach it， 不是你伸只手就，或是用猪鼻子就可以了。你有四公尺哎，爸爸，这棵树四公尺，你也四公尺，没有问题的。Well, I'm a bit of an expert in these things. As simple as that. 看，对爸爸来说，这棵四公尺的小树，四公尺多的小树，对他来说不过是玩具。哦，搞定了，搞定了！好，恐龙回来了，恐龙回来了。George got Mr. Dinosaur back, and everyone is having a great time. 好的，我们到了幼儿园了。我发现我还有一个成就没有解，所有的成就都解完之后，最后才可以去游乐园。然后我们往右边走。哦，这里有一个公园呢，我也要玩。哇，好玩！好，再来这个，堆沙堡是不是？好。可是我记得我在沙滩已经堆过了，没有很难。嗨，嗨。Turn your bucket over and then lift it off. 嗨。Ta-da! And now. 出现了一个水桶沙堡。Knock it down. 坚固的跟水桶一般。好，没了。I love sand castles. 然后，我也可以玩这个吗？欸，可以。起飞，用力荡啊！不行了，不行了，它有限制 啊！怎么了？树刚摇了，没问题吗？如果再往右走了，再往右走没有了。这棵树可以按嘞，树上有什么？ Why is the branch moving？ 为什么树枝在动？树是不会打招呼的笨蛋。佩佩猪第一次骂人呢！哇，树上有乌龟。Tiddle's a tortoise. What's he doing up the tree？ 哇，乌龟爬树。We need to get him down. Doctor Hamster will be so worried that. 我要去救他才行。But how do we do that? It's too high up. Let's get Madame Gazelle. 我们去找老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了。Madame Gazelle will know what to do。羚羊夫人知道怎么把乌龟小土豆从那棵树上送下来，一起去教室找他吧。走吧，走吧。
老师救命！救乌龟的命 ！Oh no, poor Tiddles!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Hang on, Tiddles. We're going to get down in no time. Oh, impossible! It's too high. 老师真没用。Peppa, why don't you and your friend go and find me a ladder so I can climb up a tree and rescue Tiddles? There's a ladder right outside the playgroup.幼儿园外面正好有一把梯子。走。哇，真的有梯子耶！刚刚没有的，突然长出来了。This is the ladder Madame Gazelle was talking about. You found it. Good job. 来，搞定。You are, Tiddles. Let's get you down, shall we? 龟会叫哎，我这辈子没有听过乌龟叫，你们有吗 ？There you go, Tiddles. No more climbing today. Hooray! I'll call down the hamster and tell her Tiddles is safe. Thank you all. You did a wonderful job. Good job. Now let's make sure. 干得好，我们要保证乌龟不会再爬树了。Tiddles.乌龟又不见了。Oh, Tiddles. Good job. Now, Tiddles. 真的安全了吗？他又不见了、欸，没问题吗？他要上树了，是不是 ？OK OK OK， 解了解了。接下来让我们坐车回佩奇家应该就可以了。冲啊，佩佩猪的家冲啊！马路都修好了，爸爸飙车。我们要去游乐园玩，我把所有事件都解了，我很乖，我很棒，快带我去游乐园。下车。Back home。啊，去游乐园。上楼。有啦，全部成功了，触发了。走了，我们去游乐园了。Pepper, 我们帮助了整个小镇的所有人。对，我们超勇，我们很乖。Yes, my friend is very helpful. 我的朋友很有用。Well, so are you, Peppa. And because you've been, 因为你们都超棒的，所以要把你们带到 Potato City 去玩。I love Potato City. Oh, Potato City. 来了马铃薯城，来了，里面有马铃薯超人。Didn't you get a bit dizzy? 上次玩完那个游乐设施之后，不是还有点头晕吗？好哎、欸，好哎、欸，好哎、欸，全部出发了。这个游戏全破就是要去一趟土豆城呀、啊。土豆城是个神奇的地方，里面有各种好玩的东西。土豆先生会告诉你蔬菜有多么重要，他的蔬菜之力是怎么来的，很好。Go to the car when you're ready, and we'll be on our way. 冲啊！怎么要修马路啊？在选举呢 ？What's going on here? Hello, family. Hello, children. We 整天挖路，整天挖，整天挖。What happened to the old road? There were some bumps caused by the tree's roots nearby, which made it dangerous to drive through. Not to worry, Mr. Rhinoceros and I will take care of it. I'm sure you're very busy.We'd better be on our way. Is there a way to go through? Oh, yes! You can drive right by the road. Be careful. Oh, I see! Thank you. Goodbye, Mr. Bull! Goodbye, Mr. Rhinoceros! Thank you! 犀牛先生好像从来没有讲过话，他就一直挖，一直挖。到了，到了，来了，来了。L! 今天的目标。来了，到了，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游乐园。Potato City, the place to explore. 接下来来这边玩，了解蔬菜有多么重要。拜。Hooray! Ah, we're finally here. It's bigger than I remember. 哇，这什么东西啊 ？Hello and welcome to Potato City. 哇，菜比人大哎！ Have you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巨大的马铃薯。我刚刚有讲过嘛，刚刚有讲过猪爸爸有四公尺，那这个是六公尺，六公尺跟两层楼一样高的马铃薯、土豆。yes,
每天要吃五次菜是不是？哇，好哦。Then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fun. Remember to visit the whole park. Plenty of things to do. 两公尺土豆太狠了，不是两公尺，两层楼，两层楼土豆太狠了。All right then, run along, children. 猪爸爸四公尺，他比猪爸爸还高。哦，那这里有什么可以玩的？进去玩，进去玩。哦哦哦哦哦，这个感觉就很好玩的样子哦。来来来，上车。I think I'll skip this. 爸爸不敢玩。Okay. 玩。Ready? Here we go. 走。好像还好啊，没有很刺激吧？哎，不对，很刺激哦，这个。来了，要起飞了，要起飞了，起飞！回来了，猪爸爸应该要吐了吧？还要玩？ Definitely skip the second. 不玩了，不玩了。再逛，再逛，还有什么可以玩？这是什么拍照的那个吗？啊、oh. ，这个嘞，我跟小朋友抢哦， oh, 可以，我是胡萝卜，这可以拍照。Wow, a pumpkin. 老鼠南瓜，再继续往右边走呢。哦，这什么地方、啊？机器恐龙。可以坐吗？这可以坐吗？哎呦，他没有语言能力。等一下，你要坐吗？你的年纪可能太小。这恐龙长得好智障哦。这个又是什么？旋转，人家旋转蔬菜，你旋转，不对，人家旋转木马，你旋转蔬菜啊。来来来来来，旋转蔬菜。哦，多吃菜对小朋友有益，身体健康。但是不吃肉是不行的。Well, your friend has been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now. Yes, quite some time indeed. 真的、啊，我们玩超多地方。And you've been to so many places together. You've been to our house. And you've been to our house. We had a lot of fun. Didn't we? Of course.We even went to the beach together. 整个小镇都逛过了。We found many things in the rock pools. Rock pools. And to the forest. You helped poor Tiddles. 在游乐场帮助了可怜的乌龟，爬树乌龟。And we went. 然后我们还去雪山。Snowy mountain. I took you there. And to the museum. Did you enjoy our trip to the moon? 月球之旅，火箭在那个博物馆。I've been seeing you.Running around the town for some time now. It's always nice. 犀牛先生没有配音啊，没有人帮他说话，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比鹦鹉还不如。对，我们在城堡里面，有。And I'm happy to have met you now that you've come here. 两层楼土豆说话了。Well, I've had a lot of fun, thanks to you. You're my friend forever. Friend forever. Friend forever.全破了，谢谢大家。这款游戏的全部内容我都展现给大家看了。我想我们今天的实况在那边，感谢各位的收看。离开前呢，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记得把点下你大大的那个订阅，还有你的关注，你的小铃铛。我是 Melissa，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